红魔虾，我们又来一个红魔虾，先来吧，看看它的脑怎么飞。挺完整哈。蘸点辣根，这塞子里有沙子，这个哪儿不这么好，有点稀了。它这个虾身的话就是特别好吃，有的人能吃习惯，有的人吃不习惯它这个虾脑。还算完整，还有一口香。